这里有没有工？Thank you.
真的好冷哦，现在已经11点多了，我刚下班，因为今天是星期五嘛，下班比较晚，然后再加上今天超级忙，哎呀，今天就是我今天有一张单子，它是那个嘛，它是 party 嘛， party 就是6点半的有一单，300块钱的一单，然后300块钱那单呢还没做完，然后又接了一单137的。然后又接了一单137的，哇，凑热闹，然后哎呀，今晚上就忙得一塌糊涂的，也是。还好单子比较大，单子大起来好做，其实单子大的话好做。你看我戴着口罩，戴着口罩是因为外面冷，所以我戴着口罩没那么冷。然后呢，今天现在外面室外的温度你知道有多低？2度现在是，然后明天就开始零下了。明天就开始零下两度了，最高温度明天才5度，零下2度到5度，一下子进入冬季了，一下子进入冬天，好冷。上个星期还穿短袖呢，上个星期还不会很冷，这星期哇一下子就很冷了。刚才我不是跟我那个老二打电话嘛，给安妮打电话嘛，安妮说他们那边都下雪了。他说啊，我说你那边下雪了，我这边没有下雪，没看到下雪，天气预报上面有报下雪，但是没下，可能其他地方有在下嘛，就安利那边就在下雪了。他说妈妈，我们这里下雪了，6点多7点多那下就开始下雪了。然后问他会不会厚，他说不厚，薄薄的一层，我们这里还没有雪，今天没看到下雪。然后安利可能要到，安利说他要到星期三回来，星期三，因为星期四是感恩节嘛，然后星期三回来，到时候我多拍一点案例给大家看哈，
大家是不是想安妮啦？这么久没看到安妮了，因为安妮在学校很少回来，就是放假的时候，学校放大假的时候才会回来。平常周末她一般是不会回来，因为她住校嘛，她又不会开车。一直说让她去学车，她也不去学。我本来说放假了在家里让她去学车，她也没去学。我这人比较喜欢开车，所以说我会自己去学车。赶快回家，冷死了。你看我包得跟粽子一样的，再戴个口罩舒服多了，不然的话很冷。